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我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。回想当初入校时立下的豪言壮语，心头不禁为之一震。在大学里，我还有许多未尽的事情，而我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。人生何其短，一生当中最宝贵的大学时光不经意间悄悄逝去。此刻怀着对校园的眷恋，我将告别大学校园，踏入社会。大学是什么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。大学，大学，原来我觉得大学就是一边玩一边上课然后睡觉 的地方。可现在觉得虽然大学这个收获不是很大，有时候在学习上，但是总的来说让我成熟了吧，可能收获了平常一些其他地方学可能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。看清楚了很多人，看重了很多事。我觉得大学就是一个围城，没考上大学的想进大学，考上了我觉得出去更好。大学就是能够更肆无忌惮的玩，更有理由的玩。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，还有包括在初中小学，我就是有一个目标，考上大学。然后到了大学之后，我的目标跟我的理想就变了很多，我想做很多的事情。大学里面可以碰到很多人很多事，经历很多帅哥吗？对对对，很多帅哥，可惜都不是我的，可惜都不是我的。可能现在就要离开了，觉得大学校园还是挺好看的，舍不得，人就是觉得失去了才觉得。才知道去珍惜，打着财经的台子，然后办着工科的事儿，然后出去之后，人家都问财大为什么还会有你们这个专业。每次活动他都得推迟半小时才会举行啊。所以我在大一当班长的时候，比如说5点开班会，我会说4点半开班会，然后5点他们刚好到，就是为了降载半小时。哎呀，我觉得很自豪哎，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很多人问我是哪里的，我说我是财大的，他们说啊。财大呀，江西财经大学，他们都会很羡慕，所以我感觉财大是一个让我自豪的地方。一定要逼我说鸟不拉屎几个字吗？玉林啊，曾经想去过，但是一度放弃去那里。来到公交真的很挤。不一定要修得太快了，质量安全是最重要的，慢慢修慢慢修。咱们在公交车上挤一点没关系，地铁一定要修好。在南昌读大学4年，我丢了7个手机，丢了2个钱包。平静平静心里想着就不爽。你们也说点好的。是啊，是一个有好的地方。我说好的。我觉得在南昌嘛，就是一年到头你都看不到黄色的叶子。没秋天吗？你这不还是间接的骂了一句吗？南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物价水平比较低。以前食堂的饭是蛮便宜的，现在也贵了。南昌让我记住一个数字，232。还有520。哦，还有520。还有214。对。214我没记住。520别人说是，既是爱情的终点站，也是爱情的起点站。总裁干啥？你可以为了一个人做很多以前你觉得很爱逼的事情，但是那时候你还觉得是理所当然。我觉得爱情吧，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开心就好。我觉得爱情不仅需要开心，而且需要那种不开心，就开心和不开心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爱情。年轻的时候觉得爱情是，你喂我一口，我再喂你一口，然后你再喂我一口，我再喂你一口。天哪，恶心。然后呢，现在嘛，就是。我觉得爱情只要简单的牵着手一起走下去就好了。八号变主持人。
性爱、理想和责任，教育共同的目标。家庭背景要相仿，然后呢，比较有话题，性格比较合得来，那就是爱情。大学里面大家都应该谈恋爱，这是必须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在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高考学习的情况下。不懂，我说上大学一定不谈恋爱，但上了大学之后呢，一直在谈恋爱。我对爱情一直很憧憬的，但是话我一直是一个人呢。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找了一个女朋友，或者都是你基本上你是最喜欢的，因为学校里面的女生特别多，而且相当是单纯，你找的话机会也很大，所以说你找到应该是最好的。爱情是必修课吧。情书请投那个 QQ 邮箱，谢谢。你们怎么没看上我呢？真是的。在台大还在软上就是个悲剧。我们学院本来女生就少，还有这么多终身问题没有解决的，我们这一班的男生是有责任的。那么多男生说是吧，今天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太熟了不好下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班男生都蛮好的，然后对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或者干嘛的，然后每次觉得哎太低调。变帅了，财大还是改变我蛮多的，变帅。在财大呢，有自己找到过自己想要学的东西，所以我感觉变化就是我一步步的找清楚了自己的方向吧。颓废了，堕落了，成熟了，长大了。你要是看见过我以前的样子，你会觉得我现在变了，变了，40斤了，40斤。来到财大，我学会了。要自力更生嘛，不能依靠别人，各方面能力啊都确实提到了提高，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长大了，变得更自信了吧，可能变成熟了吧，我也觉得，然后生理上也成了，心理上也成了。有机会的话我想表达一下，就是关于食堂我能不能跟他干一场，学校不处罚我了，该吃药了亲。大家有机会吧就尽量不要去咱们学校后面那些地方吃东西。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。价格一天天的涨，我这次回来做法又涨了，真的是伤不起、啊、啥都不想说了，赶紧吃吧。我觉得材料的伙食吧即使差，但是你去晚了还是会没得吃的。公平就，我觉得财大的饭菜的话，可能是我比较好养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就是有点辣，有点油，辣椒太多，跟辣椒不要钱似的，哗哗哗全往里面放。在人的一生当中，关键的只有几步，大学时代无疑是这关键的几步中的一步。在静谧的夜晚。我也常常问自己，跋涉千里异地求学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大学你能够教给我什么？我又能学到什么？如果到最后我一事无成，那我又有何脸面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生呢？那个坐在电脑前打刀塔啊，10年后还在打刀塔。干忠实刀塔粉丝。那时候我30多岁了，应该有小孩了，是，有小孩肯定很可爱。已经当妈妈了吧？抱着儿子一起打游戏，带着老婆孩子在某个景区游玩，抛家弃子一个人在国外旅游，在找对象。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，今天的生活是由若干年前的选择决定的，而今天的选择将决定若干年后的生活。我们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，也就决定了我们明天的生活。小敏应该会变瘦了，可能
能是我那个室友，我觉得他时时刻刻都在变化。王晶晶，你肯定会变得很瘦。王欢，他马上貌似要订婚的样子。王欢，我们班的班花同志。住宿兵，毫无疑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再过两个月就领证了。真的？苏超，我吗？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他最破钱。最佳基友，我靠，这就有的说了。这个，讲。那个啊，我们寝室一个跟另外一寝室一个，这名字不便透露。比如说在考研期间呢，每天晚上得敲墙传情的，哇，夸夸夸，我们寝室哦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得回避一计？他们就是隔壁的就会来敲一敲墙说，那个该睡觉了之类的。我觉得这对基友不在一起，对不起他们自己。就我们班很多基友，因为他们都宅男型的。我觉得应该是国贸和亚竹。我觉得是国贸跟罗月群，或者说他们三个一起。罗月群怎么可能？解释一下。男生有男生的话题，你是不懂的。那我就无情。绝对的基友，绝对的基友，两个人真的没有。而且女生牵着手都看不出来他们是不是在搞基。是，他们隐蔽性太强了。对，而且他们两个走在一块就是不分开的，对吧？在大学里。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问题要自己解决，困难要自己克服，方法要自己总结，经验要自己积累，胆量要自己锻炼。成功时有人为你叫好，失败时没有人为你擦眼泪。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努力过的才最刻骨铭心。本来那个毕业前应该接受单身是吧？那最主要是女生太羞涩了，不好意思表白。没有谈过恋爱耶，这算不算遗憾？应该以单身为自豪的，算是不算遗憾。学软件工程都没有编一个好好的软件呢。我觉得就应该是没找到一个女朋友吧，没谈恋爱，这是真的有点遗憾。没有好好的把握自己的方向，就是。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大学每一个时光，没有好好的疯一把。我觉得女孩子要趁年轻的时候，或者说还没结婚之前，一定要好好的疯一把。对，但我们都没有，一直待在学校里边，旅游景点都没怎么去过，挺遗憾的。我没有好好把我的球艺锤炼好，然后为我们班打球，哪怕做出一分贡献也好。你为什么没有看上我呢？零八一我爱你。班主任同志，有时候你开会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其实很短的一句话你都可以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，但是你说了很长很长。能够走过来确实要很多人的支持，觉得很感谢。我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，但是大家都比较包容我，这一点让我比较难。假如有个机会给我的话，我会去问那个上帝姐，你上次说你有男朋友是不是真的。今天，一群当年怀揣着远大理想的少年，就要离开这扇经过日夜苦读而敲开的大学之门。我们走了，又要有人来了。如今，一群就像当年我们，也在为敲开大学这扇门而夜以继日的奋斗着。这又将是一个轮回。开始。大学是什么？大学是什么？啥都不想说了，赶紧吃吧。我觉得材料的伙食吧，
即使差，但是你去晚了还是会没得吃的。公平就我觉得财大的饭菜的话，可能是我比较好养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就是有点辣，有点油。那是地方，是你们吃安徽不吃辣，不能说财大这种有点辣。我觉得财大给我。